每一只宠物都知道这世界很危险，不会担心就是疯子。麦斯，你绝对不会相信，我们要去度假了。真假？我超爱车车，好快哦！我觉得也许真的需要远离尘嚣，这地方是……小米。秀秀全害我没看到他，那就把他丢掉。我的心理医生说我需要他，说是可以帮我，真受不了。你被治好了，感谢老天。呀，你在下面做什么？别紧张。谁看到雪球队长吗？当然有喽！我需要他执行最高机密救援任务。哇哦！整个来，雪球队长来了！我们这里需要点帮忙。想要克服恐惧的第一步。不！我死定了！就是装作不害怕。你要去哪里？说。怕不怕？不怕。你怕不怕？不怕。我不害怕。这样就对了。大家坐稳了。想加入我吗？